你的逆天兄弟，给我吃一个，还吃吗？全是我口水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是兄弟，我怎么会嫌弃你的口水呢？你要不信，我们来舌吻。你们班级逆天的早读，你懂个屁呀、啊！妲己她必须得蹲草丛，不然刺客一来一抓。就会被玩坏的。男生之间和好的速度，绝交！我以后不会再跟你说任何一句。佳敏，你还敢打我？